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到汇编，这个算尽则死，这一句经文，这对我们呢是一个示警。一日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呢。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哪怕是善业，也是到三善道投胎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要脱离轮回啊，问题才有解决。那三善道消福报，消了福报又造业了，这个轮回不好玩了。所以享完福可能又三途一堕，五千劫了。当然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在教育的现场宗教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比较敏感啊，我们要拿捏好啊，不能到时候讲到太佛系了啊，现在的话叫佛系语言太强啊，结果校长找你说你不用来了啊，这样不妥当啊，这个面对境界要清楚。那这个生死要不要交啊？那还是要交啊。把这些文字像拿掉啊，因为孩子随时在面对生死啊，有可能是他的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啊，甚至有可能是他的同学。这无常，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还是要教的，但是不要，让家长误会了。我们是抓住这个机会点嘛，尤其假如现况有不同宗教的，你看像洪明，那没问题，他们还可以拜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拿捏好哈。那你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讲生死啊，轮回转世的因果证明呢，都是西方的例子啊，因为东方人比较相信，西方人近代啊很愿意研究这个。因为我们毕竟知道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中土难生呢，这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啊，能甚至于是身为炎黄子孙啊，现在华人遍各地了啊，能接上五千年智慧，你看这一本《太上感应篇汇编》呢。就收集儒释道三教圣人的智慧在里面了，掌握这些机会点啊，孩子他的生命中出现无常了啊，能够带出来。当然啊，我们呢自己本身呢也要展现呢对无常的警觉性。你比方说你拿个佛珠念呢念呢，学生问你，老师你为什么要念佛？他问的吗？
啊，因为人临终最后一念决定他去哪里啊。哦，我现在不念佛乱打妄想啊，我去不了极乐世界。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哦，啊，像我们这个同修之间遇到了，啊，要念佛啊，互相关心啊。但是首先问人家这一句的时候啊，你自己念佛要念得让人家佩服才行。哦，啊，这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啊。啊，我们自己得分秒必争，展现出来给人家看。啊，黄念老说的抢救啊，你多念一句就是抢救一句的功德。哦，这一句分秒必争呢，这个也是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多次勉励我们的。啊，我们近代海贤老和尚，啊，那铁定是佛菩萨再来的，他来应我们的机的，啊，来给我们信心的，来给我们展现啊，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活到112岁啊，还能上树摘柿子，还能缝僧袍啊！这世间人看了觉得叹为观止啊，不可思议的，这念佛展现出来了，很自在啊！工作了一天，当天晚上自己敲影厅啊，就跟着阿弥陀佛走了。哦，所以老和尚怕我们看不懂闲工的表法，哦，花了6个小时啊，教导我们观察闲工的表法。诸位老师啊，我们现在从事教学啊，要把什么摆第一啊？把念佛摆第一哦。嗯，你佛号多了，戒定的功夫就有，哎，你讲学啊，会有佛菩萨加持你啊，你处理事啊，不会乱了。哦，所以越感觉到自己没时间念佛啊，越要督促自己。啊，我没时间呢，就是我处理事啊，可能没有处理好，我不能掉入这个恶性循环。心是根本，看事都要能看到根本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为什么现在疲于奔命？我们面对事不知道根本在哪，力量就用在枝末上，那舍本逐末哪有可能事情会处理圆满？所以说处理的事都有副作用，都得收拾，所以很累。哦，就像很多家长会问，哎，选择哪个学校好不好？我都会先问的，那孩子几岁啊？3、4岁，你就要把他送得很远。哦，哎，老和尚6、7岁读私塾啊。老和尚6、7岁读私塾，没有离开家呢。哎，大家在分析事情哦，要客观哦。好，我孩子现在8岁了，好，一送去，几个月没回家，老人想得要死。这是他的天伦关系，所以老和尚讲了，家庭教育是根本，尤其是伦理的教育，影响他的人格，他的天性要很好的发展。孝悌也者，
其为人之本与？他有没有爱心呢？他会不会爱人敬人，跟他孝悌的基础有关。那你教孝哪能离开老人？孩子从哪里学的？从父母孝敬他的爷爷奶奶中学的嘛，不然他去哪里学？这是很自然人格养成的一个环境啊。我们现在一激动了，这些根本不顾了，我只要找到一个学校我就万事 OK 了，一直成病，到时候夫妻又分开太久了，又出了什么情况啊，我们当时就很无奈了，我一心为孩子怎么是这个结果啊，我们没看到我们的激动，我们没看到啊，我们考虑事都不务本。哦，其实人能从经过的事情啊得到教训呢，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我们有时候回头看看发生过的事啊，也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修行是两件事啊，知过改过啊。假如问题出在哪我们不知道，那从哪里改？要看到自己不能都是激动用事啊，要看到自己啊，我们容易向外指责，不容易向内反省。啊，比方劝自己的另一半啊，他身体不好了，劝他，他都不听。好像我们一表达发生了哪件事哈，都是自己很无奈，然后都是别人的错。很少有提到自己的错的。哎，我为他好啊，你为他好，你言语当中有没有带情绪啊？有没有带控制啊？那你有带情绪，有带控制，对方被我们吊起来的是什么？也是他的情绪啊，这叫交感啊。哦，你看太上感应篇呢，能感是我们的心啊，所感是境界呀。哦，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有没有抓物本？我们处理的事是依报啊，我的心是正报啊，我的心对了，这个依报才会往好的地方转了。我这个脾气控制不住，你能帮谁呢？啊，一定是调动对方的情绪而已了。所以掌握情绪才能掌握自己跟家人的未来，跟相关人的未来。我们的言语为什么都带情绪？因为我们都站自己的角度，站自己角度叫我执啊。这个我执一起作用了，哎，对方不顺我意了，我就情绪就上来了。你看，控制本身就是贪，要听我的，这个念头都很细微啊。哦，那我们既然说依报随着正报转，那要守护好自己的心呢，啊，要用什么？儒家讲，忠恕之道。
树感同身受，这个要练了。哦，比方先生身体不好，哎，饮食又不注意，再假如是树道啊，他明明知道吃这么多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他为什么还吃？他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请问大家解压的方法是什么？他说那好好去念佛不就好了吗？那是你的角度，不是他的角度啊。哦，他又不念佛，他又不读经，他也不听经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实在讲啊，他不念佛不听经啊，还是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像你们这样念了佛听了经了，都是要求别人，你说他会爱要吗？哦，古人送的这句话很重要啊，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不然我们检讨起来都是别人错，你看我都为他好，他都不接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啊。这是我们面对发生过的事情啊，都是这样啊。中树为道不远，中树离真心不远了。哎，我们现在是讲夫妻哈，我们对我们眼前的小朋友、学生也是这样啊。我们要严以律己啊！啊，我劝他，他不听，我的态度可能还有检讨的部分，我可能不够设身处地，这是忠啊。我去体恤他是恕啊。哎呀，他工作压力那么大，又没办法解压，哦，所以只能靠吃啊，转移啊，注意力啊。哦，我们遇到这个中学的学生，他可能课业压力大，人际关系又排解不了，哎，那他的情绪要找出路呢。他可能自己跑去哪里玩，他是为他的生命在找出路啊。这是所有生命的本能。哦，你看这狗觉得身体不舒服了，他开始去找哪种草吃啊。人也是一样啊，他自己内心这些烦恼苦闷排解不了，他会想办法，有可能他那个办法不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先体会到他内心的状态？你不要又是一个道理给他压过去，你看吃这个对你身体不好，你看又有道理要要求他了。你首先是能理解他压力大，这就是中恕了。真的把中恕用出来啊，身边的人觉得我们变了，觉得我们好像学佛没有比较好啊，我们这两个字没有用出来啊，要用真诚，不能见人家的过，要用清净，不要有控制要求，不要带目的性太强，平等，要礼敬，礼敬诸佛，平等心啊，啊，慈悲，啊，正觉是理智啊，不要情绪化，这是用真心啊，用忠恕，用慈悲的心，啊，你看理智，我们今天劝令一半呢，要理智什么？他是他人生的主人，我是他的一个助缘，我是配角，他是主角。哦，我劝了他不听，我尽力了，哦，我不要延伸出其他的烦恼出来，哦，
要有耐性劝人，哪有说劝一次就劝通的了？谏不入越复谏了，不能劝一次不听，火就上来了，那不符合弟子规的教诲了，不符合理智了。经典是我们性德流露的教诲啊。用一个比喻比较具象啊。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他的人生他是主啊，就好像他开车啊。我们是什么？坐在旁边呢。你能做什么？开慢点，开慢点，是吧？那听不听他决定了。你能去抢他的方向盘吗？你去抢他方向盘来开会怎么样？会翻车呢。所以啊，你看这青少年的心我们能体会吗？知其心啊，然后能救其失啊，然后能斩其善呢、啊、你要先理解他，你讲的话才弃他的机。不然呢，父母子女一沟通，鸡同鸭讲，好像沟通不起来。为什么？父母都站父母的角度，没有体恤孩子的内心嘛。甚至于父母没有看到自己夹杂的面子问题。哎呀，他不去上课，我多没面子啊，我多丢脸啊。你没有把孩子现在身心的健康摆第一位了。我们是重面子超过孩子的，这不是真心了。所以要在自己的念头看到问题点，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啊，要把心用对了，事情才能往改善的方向走了。所以我们劝别人，别人不听，你看好多角度可以思考啊。人家是主角，我是不是角色有点太过了？那度拿捏不好了，不要去抢人家主角的方向盘。我有没有关到我自己带的情绪了？反求诸己啊，我有没有忠恕存心呢？常见自己过啊，与道即相当啊。我们一发生事都是别人错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哇，六祖大师这些话很关键吧。我们用了，我们就是有福报了，福在受见了。哎，接受六祖大师的提醒啊，常见自己过，与道才能相当。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检查检查自己心理的状态。其实我们真的遇到境界的时候，老和尚的教诲啊，我们提得起来吗？就光这一点先看清楚就好了，先别看别人了。我们在境界里老和尚一句都提不起来，我们还去挑别人干啥？老和尚说最佩服老祖宗的八个字，这句话要记住吧，要提起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反求就是向内了，内学了。佛法是内学啊，不然门都进不去啊。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了，你当父母的，你要务本了、
家庭教育是根本。考律师一考虑就是找个学校，事情就解决了。其实这个都是啊，心肝真雄啊，啊，用闽南话表达比较有味道，很狠啊，真雄。孩子那么小，你就把他送出去了，你能体会到他心里的感受吗？他能理解吗？我还听说呢，那孩子三四岁啊，三四岁要睡一天要睡十三四个小时了，在学校里面孩子六岁，早上六点起来哭啊，他没睡饱啊，就把他关在房间里让他睡，不用理他。哦，我觉得这些老师真的只能念阿弥陀佛了，没办法讲啦。还说是老和尚的弟子，那不是把老和尚都拖下水背黑锅了？大家冷静一点哦，不要他拿出一张跟老和尚合照的相片你就激动半天了。老和尚也是看到这些问题了，赶紧发表重要谈话，重要开示啊，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啊，里面有七不责啊，那都是体恤入微啊。什么时候不责备他？吃饭的时候不要责备，消化不良。睡觉以前不要责备，怕他做噩梦。你看考虑的多细啊，那孩子还那么小，长身体啊，我们难道没有观察过吗？你看那个襁褓中的孩子常常哭，为什么哭了？哎呦，想睡觉了。大家有印象吧？他的身体会反应啊，他困了，你不赶快哄着他睡，他身体难受啊。哦，而且科学家有讲哦，大脑发育啊，下半部啊，有下半部跟上半部。下半部发育的比较早，上半部比较慢，会影响他的整个思考思维，那个是透过你用爱来陪伴他慢慢形成。假如你那种处罚孩子理解不了，甚至你的讲话那种情绪他理解不了啊，他惊吓到了，他有可能就停留在那个年龄。所以我也见过大人了，你就看他一讲话像小孩，一了解他成长过程呢，经历过惊吓还没有缓过来，就他那个惊吓点呢，他在心理上还没有办法放下。哎，科学证明了啊，我们到时候再补上这个资料，科学家研究呢，我们一带情绪啊，小孩就懵掉了，你讲的再有道理啊，基本上他也很难吸收了。诸位老师要注意这一点了。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的例子。我小学四年级刚好呢啊，我们家老菩萨呢也到我们学校了，右昌国小。结果是运动会啊，我刚好在这个操场内，我看到啊，这个跑道外呢看到我母亲了，哇，一下看到母亲很高兴了啊，就飞奔过去了，忘了人家在比赛。哦，但是我也没有影响到跑的人了，就冲过去了，冲过去正往妈妈的方向要过去拥抱啊，
突然有人给我拉过来，一个男老师啊，一拉过来，话也没讲，啪一下一巴掌就给我过去了。哇，我整个人，大家注意啊，我的情绪从看到母亲啊，哦，那种心情啊，一下子被一巴掌拍过来，脑子都晃得不行了，好像神都被拍出去了。啊，我现在讲啊，心有余悸啊。这个老师可不可以先问一句，你没看在比赛吗？你怎么跑过来啊？哦，那我可能哎呀，太抱歉了，看到我妈妈了。孩子有孩子他那时候的状态，你不一定能理解，可是你都用你的角度啊，甚至你用很严厉的方式，他可能完全理解不了了。或许那一巴掌没有啊，我可能智商会再高一点。好啊，好，放下了。好，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现在多念佛，可能智商还能多提高一点。哦，不要懊恼在过去啊，那是过去心不可得，也是烦恼。传统文化很好啊，但是我们父母老师都不照着做啊，孩子学生的传统文化因缘会被我们给搞砸掉的，太遗憾了，太可惜了，太壮烈了。哎呀，这二十来年真的太壮烈了。但是问题在哪？我们得要总结出来，不然这些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啊。他，你说他要促成孩子去学，他费了九牛二虎啊，可是效果不彰啊。啊，也要先理解他们了，也不能先指责他们。哎，现在是理解万岁的年代，不理解啊，这忧郁的情况不能改善了。哦，所以前提应该是家庭教育是根本。啊，孩子到了十二三以上了，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你让他离开家了，他心理上也不会造成不理解，啊，造成痛苦，情感上的伤害。我都遇过这些孩子的，送去的时候。他哭得要死，五六岁被妈妈踹下车，所以这个孩子一直就觉得缺爱，很能理解啊。妈妈为什么抛我一个人在这里几个月都不来，他理解不了。你看我们都没有跟孩子好好沟通，这不是传统文化了，强势操作。所以老和尚说，学佛是放下贪嗔痴，放下强势，放下习气哦，不是换对象贪嗔痴，换对象在传统文化在佛法里强势哦，那学错了哦。家庭伦理、家庭教育是根本，要顾好。啊，真的有好的学校啊，等孩子，生活能力有了，啊，哎，他整个身心也能接受，离开家了再说。啊，再来，感应不思议，你诚心求佛菩萨、求祖宗加持。可能你附近体制内的学校也会有好老师的，会有感应的。寒暑假放假化整为零，多学习传统文化。
体制内那些这个时代一些共通可能要懂的这些知识，他也一起学了，不能强势操作应援。而且父母是最重要的助缘，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而且在学校教育过程呢，父母要关心孩子的状态，随时给予机会点的引导，他在学校里跟老师跟同学相处的状况都是需要父母引导的你不能做甩手掌柜你不负责任，结果学了佛了，把佛法传统化当借口做甩手掌柜你没有责任心是不可能发得出菩提心的无情不能修道你不能没有情义你不能没有道义那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我讲的印光大师讲的，见义必为，知过必改。你看我们刚刚谈的都是印祖强调的，念佛之人必须就是不能含糊，你不能打折扣你往生不了，必须世世长存忠恕。你看我们夫妻之间相处有没有忠恕，跟孩子相处有没有忠恕，心心提防过谦，不要犯身口意的过错，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方与佛合，我们这样处事的心境跟佛心相应，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我们不这么做心跟佛心相反，绝难感通。这个念佛是重实质一念相应一念佛，我们处事都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你一念就感应我们平常都是脾气很大，你坐下来念佛很难定得下来就像那个波涛汹涌习惯了，哪有可能一念佛哇马上变成心如止水，又不是魔术师，不可能的。好，那我们刚刚开始提到了海贤老和尚在帮我们表演了，他来渡我们了，回极乐世界了，上海下贤，这叫海会圣贤他的身份都在名号里面我们要敏锐一点他来带我们回莲池海会的，你看他老人家学处在哪，首先孝亲尊师，我们现在有没有尽心尽力对自己的父母父母生病病重了，你要在这个境缘练出真心来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刚刚说的心肝真雄心很狠，狠得下心对待孩子，狠得下心对待父母，你学传统话你狠得下心把你父母送养老院去吗？
你会尽心尽力提升自己怎么照顾好父母。你真的把父母送去养老院，我跟你保证，你的心上会突然有个东西，敏锐的人就感觉到了。你心上有个东西，你就不是真心，真心一法不立。观自在菩萨，观自己自性还在不在？大家成长过程有没有经验？比方说做了一件坏事了，很怕别人知道，你看那时候心上有没有东西？你敏锐的话就觉得，哎呦，这里好像压个东西了。人生快乐，孟子说有三乐，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对得起良心。这样的人念佛很相应啊。你最重要的情义道义，你把它撇在一边，你去放生，你去印经，你去讲课，我敢保证都有名闻利养在里面。不是真心的状态。我们太好名了，这个名啊害死人了。所以我们待会要讲到的乐会，这是造神亦然啊。你看于敬于公于造神记，于公明朝人啊，很聪明啊，18岁做秀才啊，美事必高等，都名列前茅啊。可是到47岁穷困潦倒啊。为什么？所行善专务虚名。我也劝不少人先回去蹲人敬分了。大部分的人不会听我劝。我都劝不动啊，他家里人要劝他，我看也不可能。一般呢，家里都是他说了算，一看就知道他说了算。当然我自己也不要去抢人家的方向盘。我们有缘劝几句，人家听不听，我还是阿弥陀佛。这个不见一法离心别有，还是要守好自己的心。不然呢，干着干着又好为人师去了，见人过去了。老和尚这些法语啊，都是修行的关键呢。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掉了。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什么时候用啊？现在都用不出来，要保证10年之后用得出来。现在该尽什么情义？该尽什么恩义、道义？要尽力去做，毫无保留的去做。修行最核心的就是放下自我。你有保留了，这个我还常常在那里作祟。我们为什么特别感恩父母？从他们的身影，为了家庭，为了老人，为了孩子，你看他们不辞劳苦。像我们家老母亲，他白天要上班呢，教书啊，晚上回来煮饭呢，还要洗衣服啊，有时候都8、9点了。当然我也不懂事啊，跑下去找妈妈呢，
看妈妈都还怎么还在那忙，应该一起帮忙洗才对啊。哎呀，这个善根太薄了。所以我们一想到自己父母就肃然起敬了，他们把无我表演给我们看了。所以会用功的，在一切境界放下自私，放下自我，那就练出情义，练出慈悲心了。一个闲工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他都出家了，可是呢，他父亲去世了，兄弟姐妹也相继去世了。哎，老母亲年纪大了，带到佛寺奉养，好像是27年了。哎，那还送老人家走。哎，孝，从小哦，在乡里里啊，当小孩的时候就以孝闻名了。出了家，你看尽孝也是尽到毫无保留。还有这是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净土宗观无量寿经佛指出来哦，你要往生极乐世界要先修三福哦，尤其第一福重要哦。奉事师长，你看在文革那个年代，他等于是完全不顾自己了，就为了把他的老师这个传戒宫的骨骸保护好。在那个年代，我们设身处地一下，那假如有什么闪失了，他可能就被人家斗得要死哦，他不怕这些。尤其是传戒宫叫他念佛，你看他就听话了，一念念92年，成就这么高。所以我们在境界里面要提得起老和尚教诲的，就是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真听老师的话了。我们一提起孝亲尊师啊，妄念就下去了啊，正念现前了，邪念就污染不上了。妄，这个妄字是假的，别把它当真了。你能把孝亲尊师提起来，他就烟消云散了。那你看贤公的榜样啊，一般没学佛世间的人听了都很敬佩啊。他觉得不可思议的，112岁的人身体这么好。这也提醒我们也要表这个法了。这个孩子虽然小，在他的生命中也都要面对无常，他家人去世了，这个都还是要抓住机会点。那你包含普贤菩萨警重记啊，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啊，师友何乐啊。印主也勉励我们，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警觉性高了。大家贴好没有？你贴好了哦。你比方说你想要贪什么呢？哎呦，我假如待会就死了，那我不就到恶鬼道报道了？你情绪有点起来了，想起这个死字在额头上，假如待会我刚好断气了，哇，那我不就到地狱报道了？
一下子那个贪嗔就下去了。哦，所以正法念处经说，最殊胜的念头，第一圣念，念死，警觉性就高。每天当最后一天呢，就不会去计较什么事了。哦，所以汇编，哦，我们翻到啊，74页，哦，我们净土宗啊，八祖，名杭州云栖莲池大师歌曰啊，他老人家用心良苦啊，在这些修行重点还作歌，哦，可能还谱成曲啊，大家唱啊唱啊，可能那一方百姓啊。小孩子一唱，哎，也受教育了。哦，君不见东家富啊，见如虎啊，身体很不错啊。富运长江年月数，在那里算着，哎，孩子还有多久就来啦？昨宵游至倚门旅，昨天晚上还看到他靠着啊，哦，这个门口。结果生孩子过鬼门关呢，现在还是有，虽然这个科技发达了，我就有朋友啊，他孩子一生产失血过多，孩子留下来了，他走了。哦，所以今朝命已归黄土啊，哦，又不见西家子，我们流行身边呢，现在这些太多了。啊，我这些年遇到很多，还有17岁得胰脏癌了，没多久就走了。那孩子从不会想过死这个问题，你看就扑过来了。所以印祖说了，都被无常吞。吞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问自己哦，怕不怕死啊？立德心安哦，这个道理得搞明白啊。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我们的真心没有生灭的，没有生死的，是这个臭皮囊，它是机器。它会坏的，你还留恋它干啥？你再怎么留恋，它顶多多活20年，你还是要面对这一件事啊。哦，而且我自己想一想啊，能早一点走，早走。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身口意还在造恶业啊。哦，这个迎科法师这个表法还是好。哦，我还比不上他，应该要常常效法他。哎，怕自己又造业了，啊，犯戒了，又得受报了。哇，那出家人犯戒不好玩，更不好玩了，要堕地狱的。他警觉性高了。哦，所以阿弥陀佛能今天接我走，赶快走。在世间太无常，退缘太多，而且我没有掌握不住自己身口意。大家要想清楚啊，你往生啊，你家里的人叫阿惟越智菩萨的亲属，哇！你看这个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哦，最近有一个同修啊，他母亲修行很精进啊，数十年如一日啊，一天磕头磕3000个头。哎呀，能坚持20多年了。哦，虽然他先生不信佛啊。
不过他先生看他太太这样说，阿弥陀佛不接他，还接谁了？哦，那当然哦，大家不要听完，今天开始拜三千拜哦，你得衡量一下你家庭的情况啊，哦，不然，哎呀，我不杀伯人，伯人又因我而死了啊，啊，听。我听这个有同学讲了，哦，这个家庭主妇啊，一听老和尚说一天念二十部啊，他就开始念二十部了，啊，或者念十部了，结果接孩子的忘了时间了，哦，然后学校打电话来了，他先生很烦恼啊，你怎么不去接孩子呢？哦，精进是好了。但你不能执着了。哦，老和尚交代的一句很重要：你学佛啊，家里不和了，学错了。结果，啊，他母亲呢，啊，这个往生了。啊，应该有往生的。哇，结果他一些际遇啊，就不可能的事。哦，那么多人考，哎，就他考上了。哦，就是几乎不可能都被他碰上了。我说你是阿维月智菩萨的儿子啊，铁定你妈妈有加持你了。哎，我们现在自己烦恼都控制不住啊，你怎么加持你的亲人啊？哎，冷静冷静啊，我们现在功夫什么功夫最强？瞎操心的功夫最强。啊，你往生的那是真功夫啊。啊，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你 say hello 一下马上就回来，那能真帮得上忙啊。这叫理智处理事情，不是感情用事，乱瞎操心。学佛的人要觉，不要干那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帮助的事。你在那担忧来担忧去的，把那个担忧的磁场都给了家里的人，不如念佛。哦，所以学佛是理智，就从这里，不要乱胡思乱想，瞎操心，赶快念阿弥陀佛。啊，哦，啊，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你一回向，七分之一的功德，家里人收得到。哦，所以我们不能怕死啊！哎，那是臭皮囊。换一个身体，啊，清楚要换哪个身体了哦，啊，每天看着你最喜欢的那一尊阿弥陀佛，就换这个身体了。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你会欢喜念佛，因为可以早一点见阿弥陀佛，好事啊。学了佛了，你只要正思维了，哪有坏事？事事是好事的。哦，比方说你现在很烦恼、很痛苦，你转个念头，跟你这样烦恼痛苦的人不少哦。为什么？他跟你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因缘。哦，哪一省就有哪一省的因缘，北方人跟南方人的因缘也不太一样，啊，所形成的烦恼也不一样，是吧？哎，你是山东人啊，你修得很好，山东人一看到你，哎呀。我们同乡，
哦，哎呦，人家能克服我们山东人这种冲，哎，我也应该对峙，啊，山东人直，直行是道场，但是还不到中道啊，还得调。哦，所以不能怕死啊，要坦然面对生死。哦，昨宵犹自倚门闾啊，今朝命已归黄土。又不见西家子啊，猛如龙。黄昏饱饭睡正浓。这黄昏吃了一个饱饭呢，啊，就去睡觉了。哎，结果晚上可能吃得太油腻了，中风了，走了。游魂一去不复返，啊，五更命啊，已属阎翁，啊，到阎罗王那里报到了，啊，目前人尚如此啊，啊，你身边的人就是这样了，远地他方哪可数啊，啊，每天离世的人多得不得了啊，系将亲友细推寻。我们想想这些年亲戚朋友的情况啊，年月去月来多少死啊，走了不少人呢、啊。陈德这个回向名单呢、啊，那都一直在变的，哦，不知道换了几张了。那个每一天可能都有新写上去的人。哦，方信德啊，子阳师啊，与弟严真啊，与弟严真果不期呀，啊，这个子阳师啊，这道家的子阳真人啊，你看这个儒释道互相赞叹哦，这些是提醒世间人啊的法语啊，对，互相赞叹。昨日街头有走马，这个人昨天还骑着马在街上啊，今朝关内已眠尸所以伶俐人，就伶俐就是聪明的人啊，休瞌睡啊，不能再浑浑噩噩了，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呢？要把极乐世界的护照早点办妥。心就安了，哎，念到阿弥陀佛来通知你就安了。天下无难事啊，只怕心不专呢。贤公提醒我们的，这一件事啊不难，两件事难，登天难，求人难。这一句佛号能念到见阿弥陀佛。只怕有心人自己肯干，万修万人去。哦，要找借口那就没办法了。哦，所以休瞌睡啊，别人与我同一类，虎兔相看不较多啊。眼前放着多少利呀、啊？你看这些生命都会结束啊。都要去投胎呀、啊，你看，人一断气了，这里讲钻马腹啊，入牛胎啊，到出生道去了，包含到地狱道了，地狱心酸更可哀呀、啊，若还要得人生富，就下辈子要再得人生呢，东海捞针慢打牙。打压就是你耐心等，江一直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有一幕印象深刻，人皮缺货啊，当然不容易哦。
我们是因为生下来就是人了，这个感觉就不深刻了，没有佛经我们就很难体会了。哦，就像培养年轻人，他没有吃过苦啊，你要让他去体会辛苦啊，其实也不容易的，你也不能指责他啊。没吃过苦啊，很难珍惜，很难感恩。所以教育富家子弟啊，真不简单呢。比较贫穷子弟难。所以我们这几代人都挺难，不愁吃不愁穿啊。那就得有善巧方便了。哦，还得他们还得多锻炼才行了。哦，所以好几部经都提到了，得人身如爪上土啊，失人身如大地的土啊，不成比例哦。一失人身，可能会万劫不复哦，不能开玩笑了，不能再投胎了。这一句算尽则死啊，我们得有高度的警觉性了。这一生是最后生了，所做已办，不受后有了，一定要了脱生死，往生作佛，要正住双修，万修万能去，真性切愿啊，信愿行三世之良，苦海得慈航啊！哦，那真信了啊，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切愿了，真切恳切，归心似箭。行呢，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所以但只老实念了。要做动功夫啊，不能耍小聪明啊，可不能说我临终能念就好了。你现在都念头都控制不住了，还临终，我们那种侥幸心也是一种习气。看看我们这个父母啊，亲戚朋友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还是喜欢耍小聪明、侥幸心？君子居易以事命啊，小人行险以侥幸啊。我们现在遇到学有所成的人呢，他可能在传统文化某一个领域啊，挺有能力的。肯不肯教？肯教。找不到人学。肯下苦功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年轻人呢，从小享福惯了。家庭责任心又不重，你要承传啊，礼乐射御书数啊，这些六艺啊，你要承传哪一部经典，都要经一番寒彻苦，下苦功啊，你没有恒心、毅力、耐性啊，学不成。只能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缺老师，缺学生。肯教的人有，肯学的人比较少。所以老和尚那时候这就感叹了，而且是从李老那时候就感叹了，找一个好老师难，找一个好学生更难。
哦，当然这一句话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得要先是好学生呢、啊。我不是好学生，我也不可能是好老师。我不是好学生，我就学不到真东西了，那我就传不了了。知所先后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教书的像啊，那老和尚的本事我学到没有？我虽然现在站在讲台上啊，我能传真东西吗？我们没有这样的思考啊，我们其实只是在消福报而已啊。当老师也是福报，生活安定哦，这不是偶然的哦，那是修来的哦。享福，道心就容易退了，不进则退哦。我们看看，生活没有担忧的人。慢慢就觉得应该的，国家应该这样对我，学校应该这样对我，大众应该这样对我。菩提心跟知恩报恩相应哦。你看，范公哦，他一天想下来，哎呀，我今天不够努力啊，对不起俸禄啊。睡不着觉，隔天很早赶紧多干一点，心里才安了。顺境淘汰人哦，不好修哦。顺境唯有那个感恩心越来越强啊，才能在顺境里面提升哦。哦，所以人生难得啊，而易失哦，良时易往而难追哦。这是《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念生死苦啊，提醒我们的。啊，道路明明，别离长久啊，三途恶报，还自受之啊，痛不可言，谁当相待啊？父母至亲也没有办法带我们受啊！心言即止，能不寒心啊？警觉性要高啊！是故啊，宜应断生死流啊，出爱欲海啊！这种要出轮回的决心要出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我就要老实持名，横出三界，尽登仕途，这断生死流，出爱欲海，自他兼济，还要多带一些人，多一些愿力，多一些责任心，彼岸同登，旷劫殊勋呢，在此一举了。我们要了结旷劫无始劫的生死轮回了，就在这一生了。好，我们接着看呢。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呢，在人头上，路人罪恶。这个是81页，我们来讲这个故事。三台新神新君，还有北斗神君，常常在人头上记录所犯的罪恶，夺其计算，按照所犯过恶给予减算或者消记不等的报应。记呢是12年，算呢是100天，
依据他犯的过错啊，重的哇，那多一句就十二年寿命没了，啊，小的一百天。这个唐罗斯德，这是唐高宗时期一位很有贡献的臣子，勋荣，就是他功勋盛大，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宠优皇帝很信任他，重用他。一日晨起，早上起来，忽见新官魏曰，看到这个天神新官应该是管寿命的了，汝臣误杀两命，罪当夺计，夺他十二年寿命了。新官将近矣啊，他当那么大官呢，他身上也有光了。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我就曾经在马来西亚教育中心见到一个算是其他这个血统的，一看就知道了，相貌不凡，我觉得他可能都有光，一看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但因为我要去上课嘛，后来上完课，问接待人员，今天早上来呢，是何许人也？他说是巴基斯坦的一个部长，他到马来西亚出差他的首相交代他，你到哪个中心啊，去拿一本群书360英文版。你看这个书，人家外国人识货啊。我听这个德国同学翻成德文了，哎呀，好多这些学术界的人，哎呀，你们老祖宗这些教诲好啊。大家假如有通第二国语言的，要好好把这个老祖宗的智慧供养给他们了。所以星光将近矣，就是他寿命差不多了。其日随即神昏了，当天他就觉得精神涣散下来了。哎呀，我读到这里了，哎呦，我们哪一天突然随即神昏了，佛号还提得起来吗？现在这个精神都算正常啊，念着念着就跑掉了。假如一到临终接近寿命快到了，你阳气一衰啊，正念能保持吗？我们看这些故事啊，马上拉回来，哎呀，警觉性要高了。因告人曰啊，这他可贵的地方，他经历的事呢，马上提醒身边的人，这都有功德啊。这些故事啊，好多都是当事人自己讲的，哪怕是坏事啊，他都要供养出来，他也不顾自己的面子了。我一生谨慎啊，只因误杀恶命啊，今遂早死一计而啊。未积果足啊，没多久他去世了。所以张拱辰曰这也是一个儒生啊，楼公素称名宿这个楼公啊，历史给他的评价，他是英明哦，明是有智慧哦，宽恕别人哦。为唐重臣哦，他也还是有做错，尚不免于夺计夺十二年寿命了，
况常人每天可能都会造一些恶啊，那积累起来就不得了了，造恶多端乎啊，可不胜哉。好，我们在身口意啊都要非常谨慎的。好，又有三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这个我们前面都有提到，人一出生同生同名就跟着我们了，这华严经教导的。这里你看身上还有三司神，在身上这个六十天为一个循环，在这个庚申日的时候他就上往天庭，罪报人的罪过，咒报人的罪过了。这个汇编里面提到的上师亲姑啊，名彭巨，居人首，里面提到令人多思欲，想很多，这里面有叙述这些情况，大家在自己比照比照，这警觉性就高了。宗师白姑啊，名彭智，下师血姑啊，名彭角。所以其实啊都有天地鬼神在管。哎，我们一听到啊，哎呀，被鬼神管了，感觉怎么样？这个了凡先生有一句话讲：人未能无心啊，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我们还有这个自我啊、自私啊，都被阴阳缚住了。为什么命算得定？因为我们前世带来的这些业，它就会现前。除非你呢扩宽心量，行很多善，命就算不准，鬼神也管不了你。你就自在了。了凡先生呢还得做三千善事哦，命就算他不准了，做了十年哦。一有心你就有一个相，时间到了黑白无常就带走了。在小城有一个这个修行人呢，修光明定的哦，那也很了不起的。结果他寿命到了，一进去啊，只见光明啊，找不到他的形体了。结果啊，这个要抓他走的鬼神呢，就问赵神爷。每一家都有灶神了，灶神说啊，你要让他动心，这个出家人呢、什么欲望都没有，但是好像蛮喜欢他那个花瓶，你把那个花瓶摔碎看看，一摔果然心动，他就现象了，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动心呢，就失道了，不在道中了，就被阴阳所缚了，抓走了。这个故事呢是李炳老在《佛说四十二章经》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另一点题啊，不能动心。什么最容易动心呢？色欲最容易动心了。要出轮回啊，
这个色欲要慢慢淡了。所以太上老君说，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啊，就是不能动心啊，在这个见呢、啊。哇，这一段注解好多理跟事啊。所以四十二章经说还有一种习气啊，跟色欲一样啊，人就出不了轮回了。这个都要下大功夫的。那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啊，我们前面讲过了，金碧峰禅师是吧，他还有一个玉波喜欢。还是被抓住了，人家一敲他就出定了，结果他说可不可以再让我看一下这个波啊？这黑白无常啊，挺有人情味的，好吧，给你看。他一下把那个波就摔碎了，就他心无没有挂碍了，他又入定了，抓不到他了。所以大家要往抓不到的。鬼神抓不到自己了啊，控制不了自己了啊，随时可以让阿弥陀佛来接啊，那就自在了。所以他说，若人啊欲捉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啊，再来抓我金碧峰，其实就是学佛要扩宽心量了，你心都没有贪着的欲望了。鬼神也拿你没办法了。好，最后呢，月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到阴历啊，每月最后一天，灶神呢也会将人间所为善恶向天庭禀报。所以这些都是具体啊，鬼神负责的这些事情。好，我们翻到八十六页啊。好，这个怀俊有一个读书人啊，他喝了酒啊，调戏家中的女婢。这个女婢啊，颇懂廉耻啊，知耻，他奋力抵抗，故具得脱，脱这个抵抗，这个能够啊脱免了。结果那一天刚好就是月会之每一个月最后一天了，结果呢睡到四更，他的妻子啊忽然把他叫醒了。哎呀，我刚刚在梦里面呢遇到一个这个神明了。他那个穿戴啊像灶神爷一样。而且马跑得很快，乘马奔行。还带着一个文布像记录什么的布子一样。而且对着我指画。好像在跟我讲什么，但是没有听得很清楚，不知何说。哇，他神威赫赫啊，很有威严啊！我不觉惊醒过来了。结果这个读书人马上啊毛骨悚然了，因为他当天做了调戏女婢的事嘛，他不敢明讲但是对他太太说啊，一定是灶神的，没错。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把这个婢女啊许配给人了，才向他的太太说，你那一天晚上见的是灶神。为什么他向你指示一些事呢？因为我前不久啊调戏了这个女婢。他极力反抗啊得免了。你看夜间呢、你就梦到灶神爷了，给我们这个事情了。事情虽没有做成了，但是呢，这个心已经七天了，已经被
灶神也记录下来了。那一天没有跟你讲啊，因为怕你到时候听了对这个婢女怀疑啊，可能会虐待她种种这些情况了，为难她了，所以现在呢才跟你讲，一来表这个女婢的节操，二来是啊彰显自己的故。你看她自己遇过的事了，她自己不顾这个面子发怒忏悔啊，这个都是特别可贵的。那这个劝节劝这一段文节劝呢，凡能有过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的啊，人犯了过了，大的夺12年寿命啊，小则夺100年啊，100天啊，所以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过恶大大小小几百种啊，想要求长生的就必先避免啊。我们经文后面呢就有说明这些啊大大小小的事情了。我们常常读诵啊，就有警觉性啊，不犯这些过。好啊，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